丁尼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尼文殊智慧勇士，丁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切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最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是讲，昨天我们讲观待这个，观待什么呢？就是观待本体的，观待这个因果的，这方面的根的分类呢，就是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就是讲这个观待这个所缘方面的分类。下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讲这个观待所断的这个分类，以三熟根具三种，兼修所断一苦根。九根所断心五根，非为所断然非善。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二十二根当中是哪些是这个间断啊？就是这个间断呢，这个名字就不用解释吧，就是获得那个间道的时候就需要断除的这个。然后呢，就哪些是这个修断，就是获得这个修道的时候呢，就是哪些是这个所断，还有这个哪些是非断，就是不是需要断除的，就是从三方面来这个提出问题的。这样的时候，释经论师在宋词里面这样回答，就是他说，这个一和三种这个树用啊，就是他这里就是所讲的这个一根和还有三种这个，比如说乐树根和一乐树根，就是一乐树根，还有这个色根吧，就是这色根三种，这三种的话呢，它具有三种，具有什么三种呢？就是具有间断，具有修断，具有这个非所断啊，就是这三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它那个一根和然后这个乐树根，它那个树根当中，就是树根里面呢，就是乐树根，就是心树根，这个一树根都可以包括，就是它这里呢应该这个心乐树根吧，就是心乐树根，就是所以这里呢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它这里的意思呢，就是一根和这个然后这个乐树根和还有这个意乐根，还有这个色根，就是这四种根吧，就这四种根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有这个间断的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是间断的部分呢？因为你获得这个间道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这个一根和还有那个就是这个这三种这个树用根吧，就是这三种树用根的话呢，实际上是与间断相应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间道的所断，就是这是这个一个。然后呢，它还有这个具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修断的部分，就是修断的部分。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的这个修断呢，就是刚才那个除了间断以外的，还其他的所谓的这个有漏，凡是这个有漏，不是这个间断的，也不是这个无漏法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修断，就是因此这个呢，就是也具有这个修断啊，就是也具有这个修断。还有呢，就是非所断，就是非所断呢，就是它也实际上是就是带有一些这个无漏法。为什么带有无漏法呢？就是昨天我们讲这个获得那个就是间道的时候呢，就是个为之当之根吧，在为之当之根的群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个一根啊、乐根啊，还有那个就是一乐根和树根吧，就是一乐根和树根，就是那么这四种根的话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为之当之根的这个诸位、为之当之根的这个群体当中呢，也是这个存在住这些这个根，所以呢，就是它也这个如果是为之当之根的这个它是无漏法的话呢，就是那就不是这个所断了，就是无漏法呢，就是它不属于这个所断的，因此它这里呢说是这个一和三种树用的这个根呢，它具足这个三种间断、修断和非这个所断，就是这三种具足，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兼修所断一苦根，就是这个刚才呢就是具足三种条件嘛，就是间断、修断和这个非所断，就是三种。然后那个只是这个间断和修断，就是那就不是非这个所断。这样的有哪些呢？就是只有一个这个一苦根啊，就是一苦根，因为一苦根的话呢，就是它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无漏的这个部分，就是它不会有这个无漏的部分。然后一苦根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这个间断的部分，就是以这个间断这个相应的这些部分呢，就称之为是这个间断。然后与这个修断呢，就是相应，也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个间断以外的，还其他的一些有漏法，就是有关这个一苦根方面，就是一苦根方面的这些有漏法呢，全部是属于修断的，就是因此呢，这个一苦根呢，就只有这个修断和间断，就是它没有这个无
鲁的发觉的，因此在宋词里面所兼修缩短以苦根啊，就是因苦根。然后呢啊，就不是这个间断的，就是仅仅是修短这样的有哪些根呢？就是他这里也可以这样讲，九根修短，就是九根这个九种根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修短，就是那九种根呢，就是前面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就是由这个眼耳鼻舌身那个六根和就五根和在上面加上这个男根和女根，然后这个明根再加上是这个苦熟根吧，就是苦熟根，也就是说是这个肾苦根。肾苦根就是这几个这九个根的话呢，实际上是它不是这个间断，就是它是这个色法，就是色法的一种这个优柔法，就是在这个间断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要求就是断这些，但是它是优柔法的缘故是这个秀断，就是因此呢这是这个秀断，就是它不存在这个无鲁法的部分，无鲁法的部分也不存在这个间断的部分，因此这个二十二根当中这个只是秀断的，只是秀断的呢有九种根，就是九根秀断，就是九根秀断，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心无根非为缩短然非散，就是心无根，就是他真理这个心等无根，心等无根的话呢就是非缩断，就是就是他真理这个心等无根呢就是不是这个缩断，就是心等这个昨天我们所前面所讲的这个心等无根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不是这个缩断，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是缩断呢，这的是这里面就是有这个无鲁的部分啊，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为之当着根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最起码也是这个有七个根，其中呢就是有这个什么就是心等无根，那么心等无根的话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缩短，就是因为它存在做一种这个无鲁的法，就是然后它这里这个非为缩短，就非为缩短然非散，就是然非散的话呢就是然呢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它这个心等无根当中呢也有一种不同的情况，就是实际上呢它还是要存在做一种优鲁的部分，那么这个优鲁的部分呢就是也应该是这个缩短，就是当然这个缩短呢就是它可以这个根据它的这个情况看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应该呢就是属于在这个修断当中，就是就是应该是这个属于这个修断当中，因为间断里面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要求就是断这个心当，就是这些呢就是不是这个间断的时候，比如说心性啊，就是念啊定啊精进啊这些的话呢，就是你这个获得间断的时候呢就是并没有这个要求断掉的，然后那个获到这个修断里面，就是修断里面就是最后的时候呢也应该是断除，为什么要断除呢，因为这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最后要灭尽这个所有的握者，所有的握者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信心的这些这个优鲁的支柱部分的话呢，那么应该所有的优鲁法呢就是全部要断掉，就是所以这个心等无根呢实际上是一种三法方面的优鲁法，就是这个三法方面的优鲁法，因此呢就是这个要这个断掉的，就是然后他最后呢就是说是三非，就是三非呢就是三种这个五个根吧，就是就为之当着根和这三种根的话呢就是非是这个并不是缩断的意思，那么就是这个完全是这个非缩断的有哪些呢，就是只有这个三种无垢法啊，就是三种无垢根，就这几个呢就是这个完全是不是这个缩断。下面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将罗特王伯讲的这个清楚，我想是你们如果这个跟知识啊就是其他讲义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这次我们的这个译本和将罗特王伯的这个讲义呢应该是这个在可以说是在韩文当中呢就是恐怕那个句式里面呢就是应该是比较好懂的，就是应该完全理解是句式论的含义的，就是这样的一部论点吧，就是以前我们也这个看过很多的一些汉文方面的这个资料，但是有些呢就是太略了，有些呢就是太广了，有些呢就是太难懂了，就是这样的话呢真正原文当中的这个宋词呢让大家解释的话呢，我想恐怕有些这个唐译的这个宋词一个宋词让你解释的话呢，我们这里一般说不要说这个没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也是恐怕这个解释一个宋词的这个你不参照这个罗特王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译本呢，就是完全用这个唐译的宋词解释的话呢，就是恐怕很多的这个困难，就是因此呢他这里呢就是这个讲义呢就是也不光不略，就是应该就是让大家这个明白它的其中的意义啊，是二十二根当中哪些是间短哪些是秀短呢，以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宋词和讲义都讲起来也是可以的，就是讲义也可以讲吧，讲义讲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加上大家这个理解，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讲义上面的道理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需要就是通达。
他这里说哪些是这个肺所短，就是然后他这里就是说是一根与乐树根，就是他这个乐树根呢就是有两种，就是异乐树根与性乐树根。异乐树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瑜伽当中的这个一些和这个出产的就是这些呢就是可以说，但是第二三以上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性乐树根，就是因此他这里乐根呢就是是重的这个一种根吧，就实际上都是他这个或者是这个异或者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性，就是这样来按理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呢就是在这个如果是无鲁法，就是我们就是这四个根的话呢就是它有一种这个肺所断，肺所断的话呢就是它必须要牵涉无鲁法，牵涉无鲁法的时候的身体上面的我们这个无根的这些根呢就是全部是右鲁法，就是没有一个这个色根方面的这个色根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无鲁法，就是所以呢就是必须要这个在心方面的这个心的群体当中的这些根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称为这个无鲁法，就是因此在这里呢就是色就是乐树根吧，就是乐树根和异乐树根色根三树用根是这个尖短袖短肺素短三者都均有，因为他们与间短相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间短。此外其他的有鲁法呢就是实际上是袖短，无鲁法呢就是这个肺所断，就是当然这个呢就是无鲁法的部分也是昨天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位置当着根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是这四种根都是可以具足的，因此呢就是那么这四个根呢就是它具足这个三方面的间短袖短肺所断，就是全部都具足的。然后间短袖短缩短的是一苦根，就是那么这个这是这个间短和缩短，就是不是这个肺缩短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根呢就是一苦根，就是它呢就是相应间导的一苦根树根为间短，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相应间短的这些一苦根呢就是一苦根树根呢就是全部是那个间短，然后相应袖袖短的相应袖短的一苦树根呢就是这个袖短，就是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这样讲的，凡是这个相应这个有关这个对苦什么这个修断方面的这个更这个相应的话呢就是这个称为就是修断。然后那个有七色根明根苦属根次九根是修断，就是这个是单独修断，就是它不属于是这个间断。为什么是它不属于间断呢？它们的缩短但不是这个间断之果，就是它是这个缩短，就是应该在这个优鲁法的缘故，就是应该是这个缩短，但是它呢就是不属于这个间断，就是间断呢有88种，88种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眼根的这个什么眼根啊明根啊，就是这些是缩短，就是、这样的概念呢就是没有的，就是下面应该将这个88种修短这间短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样按理，因此他们呢就是不单不是间短之骨就是他们是这个缩短但不是这个间短之骨。然后心等无根无鲁法是这个肺所断，因为他们是无鲁的缘故。然子的意思说心等无根也有一些这个有鲁的部分是这个袖断啊，就是他那个然子里面呢就是包括是心等无根的话不一定是完全是这个无鲁根，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有鲁的部分，这个有鲁的部分呢应该是属于在袖断当中。最后三根是肺为所断，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是这个无鲁法的缘故，都是完全是这个肺所断，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无鲁法，无鲁法哪里有一个所断呢？就是所以呢应该是这个肺所断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这个就是间断袖断和肺所断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下面呢就是根之得舍，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得根之力和色根之力，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得根之力吧，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欲界也好这个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就是同时就是得哪些根就是在22根当中的话呢就是得这个哪些一俗根，就是它这里的根呢也有一些限定性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22个根就是在得哪些，就是并没有这样讲。它22个根里面呢就是属于一俗性的就是一俗性的就是根呢就是得哪几个根，就是它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呢就是瑜伽处的二义所华神并非如此并非是如此，彼得六根呢活起吧色界六根无色异。他这里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获得这个转身不管是在瑜伽当中还是这个色界当中或者呢就是无色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同时得到就是重新获得的这个根呢就是有多少，就是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瑜伽处的二义所，就是我们这个转身到瑜伽当中就是接身在这个瑜伽当中的时候呢重新获得的呢就是有两个根，就是两个根是什么呢？就是身根和明根
啊，就比如说这个，你在这个入胎，就是入胎以后，就是除了这个化身以外，就是化身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芦根就是全部这个同时具足的，所有的这个艺术根呢，就是同时这个具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这个阳根、二根、闭根呢，就是这些都是在同一个这个时间当中就是全部圆满的，这个呢就是不属于的。一般来说是这个胎身啊，就是卵身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湿身啊，就是那么这些这个三身的话呢，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瑜伽当中的这些三身的话呢，就是它同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具足这个两根，就是具足两个根。那两个艺术根呢，就是生根和就是生根和那个命根，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它在这个入胎的时候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阳根、二根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呢，就是它的生根已经这个形成了。生根形成的同时呢，就是命根也是同时这个形成的。因此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艺术根当中呢，就是它只有这个命根和色根呢，就是它这个最初的时候这个形成的，就是所以这个是。从这个瑜伽的角度来讲的，瑜伽当中呢，就是这个艺术根是这样的。当然，真理是指的这个艺术方面的，就是昨天我们这个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这个差别呢，也已经讲了。但是居士论它有一种这个特点，就是它那个前面的每一个名词和每一个数量呢，就是一定要最好是这个掌握，就是如果这个掌握的话呢，就是后面遇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容易了，就是如果你前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讲的这个艺术的分呢，艺术的这个概念呢，这些没有动到的话呢，就是后面呢，就是他就不管这个你是这动到没有，就然后经常提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有点这个，好像这个在脑海里面呢，就是出现一种这个云雾，就是然后呢，就是遮蔽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的日光，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显现不出真正的这个阳光了。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瑜伽当中最初呢，就是得两种这个艺术，就是然后华僧并非是如此，就是这个华僧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没有包括的，就是我们瑜伽当中的话。那就是花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包括，因为这个花生的话呢，就是它有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它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生根呢，就是这些是这个同时这个居住，就是有这种这个能力，因此呢，就是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包括在当中，就是没有包括。如果这个花生呢，就是真正你这个花生就是增加这个蒜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根这个要居住的，就是它真的这个意思呢，如果你这个花生就是已经这个包括在里面的话呢，因为这个花生的话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瑜伽当中的有些天人呢，就是也是这个化身的，就是然后以前的这个像那个森田伦斯啊，就是有些这个莲花里面就是降生的一些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属于化身的。然后这个最初吧，就是最初的这个初界的这些人们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化身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这个化身呢，就是不包括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是这个按化身而降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根呢，就是这个流根啊，就是这个流种根这个具足的，就是首先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就是阳根、无根和这个明根啊，就也就是说，这个最初的时候，如果这个化身而言吧，就是在瑜伽当中的，不管是天人还是这个人间的一个化身而言的话呢，这个它的这个流根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流根这个具足的，因为这个眼耳鼻舌身和，然后呢，就是在它的这个明根，就是这六个根呢，就是同时这个具足，同时这个产生啊，就是同时这个产生。然后如果这个化身呢，就是它具足这个男根、女根，就是它是这个良性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也有这个，因为瑜伽当中的话呢，有些众生，比如说像那个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呢，就恶趣里面的有些众生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恶业这个现前，一般来讲是在四圣当中呢，就我们下面还在讲这个第三品里面，就是还在讲所有的这个四圣当中呢，一般来说是化身是这个最殊胜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殊胜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地狱里面的一些众生呢，就是有些这个恶趣的众生的话呢，就是他是属于这个化身的，那么这些化身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二根都具足，就是男根女根都具足。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在六根上面呢，就如果具足一个根的话呢，就是男根或者是女根的话，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初界的人呢，就是他具足了这个六种，就是六根的。他这个后来的一些化身的话呢，那么其中具足一个这个这个心根，就是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具足这个七根。如果是他具足这个良性的话呢，就是那么他具足这个八种根，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以上呢，就是讲这个瑜伽吧，就是瑜伽呢，瑜伽出的二艺术，就是首先是一般的瑜伽呢，就是他这个两种艺术根。然后化身呢，并不是如此，化身呢是那么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说一般的化身呢，就是具足。
六根，就是然后就是特殊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具足两心呢，就是这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具足这个七根的也有，具足这个八根的也有，就是刚才这个六根上面呢，就是加上这个就是两根的话呢，就是这种显现也是有的。这一生呢，就是讲的这个余界的这种这个就是得根吧，就是得根，就是这里面根呢，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一宿的根而言的，并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些根吧，就是本来这个所有的这些像这个一根呢，就是这些都是在同时可以具足，同时可以这个产生，但是它这里那么属于一宿的，属于一宿的。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一般来说是它那个有关这个色根，就是色根方面的话呢，就是属于这个一宿根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色界六根，就是如果是这个色界吧，就是如果这个色界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它呢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这个六根的，就是六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和，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明根，就是那么色界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它具足这个六根，就是然后这个无色界呢，就是意，就是它这里就是色界六根呢，无色意，就是无色界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它只具足一个明根，就是它本来是还有这个意根啊，就是色根啊，就这些的作为无色界的无色界的众生来讲是还是有，但是呢有关这个依宿性的依宿性的这些这个根的话呢，就只有一根，就是什么一根呢？就是这个明根，它那个明根里面有些居士论的讲义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三界的神明，三界的庶民呢，就是就叫明根，就是有些这个以前的论师呢，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就是有些这个然后这个庶和民吧，就是庶和民呢，就是有时候就讲义里面就是也有这个一些分开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庶的话呢，就是我在这个寄生当中呢，就所谓的这个民呢，就是在这个同类而这个存在的，然后这个庶的话呢，就是同不但是同类而存在的，还有呢就是就是接生于这个下意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性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性，也就是说是这个不相应性吧，就是这样的这个性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宿命。但我们一般那个实心轮式的话呢，这个宿和命呢就是不分开的，就是这个命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所以这个性和命呢，就是这些是在聚色轮当中是还是这个分得非常这个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终身的意识啊，就这些是属于在这个实运当中，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实运里面的这个，然后那个终身的这种命呢，就是属于在这个性运里面，就是不相应性和那个相应性，就是相应性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性所，就是不相应性呢，就是像命啊、得损啊，就是这些。因此呢，一般来说，那个所谓的这个命也是应该这个具足，这一点大乘也是应该承认吧？就是有时候那个大乘也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所谓的这个生命的话呢，就是人的今天是这个，就现在我们是这个人的生命者，然后这个下一辈子的话呢，就是我的这个心的相续是一样的，但是下一辈子如果我变成一个牦牛的话呢，那么下一辈子是我这个牦牛的这个命，就是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人的命，就是那么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当然是这个是这个一同的，就是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在有关这个依宿方面也可以这样分类，就可以这样分析吧。下面我们就是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我把那个宋思上已经讲说完了，就是讲义里面应该好懂。转身借身是依宿本体跟呢，就是依宿本体的根有多少是重新获得的呢？就是它是依宿本体的，就是并不是这个其他本体的，就是依宿本体的根呢，就是有多少个。然后余界转身借身是依宿本体的根，就是本体的二根就是重新获得，也就是说是生根和命根。当时是没有这个眼根当，就是如果眼根当这个具足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余界的众生呢，然后可能十圣也是这样的，就是十圣的话呢，它是次第性这个产生的。这个华圣的话呢，就是它是同时产生的，就是所以它有些这个具足论里面就是讲的也比较这个细致。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冲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已经成熟了，有些十圣吧。但实际上呢，就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过程，慢慢它的这个生根具足的。因此最早的时候，它的明根和圣根呢，就是已经具足了。但是这个时候眼根、二根、鼻根当当，就是其他呢就是没有这个出现，就是虽然有一根呢，但一根和色根呢，但他们呢就是不属于是依所，因为此二者是转世烦恼心，就是它是这个烦恼心，就是昨天我们这个讲的这个有些是善心，有些是依属心吧，就是因此它那个那就是转世这个后世的缘故，就是这个是烦恼心，就是因此它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样分析。所有的转世皆生都一定是这样的吗？化身并不是如是获得的。那么它是怎么样获得的呢？如果化身是像初阶像这个初阶的人那样，无有这个男根，就是无有男根与女根，因为初阶一般那个人类历史上也是这样这个讲的，就是出现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庄稼也是这个自然庄稼，然后这个男女也是没有这个生这个叹心的，就是所以男根女根呢，就是都是没有的。
则由一组本体的六根重新获得。就如果是欲界当中的最初的化身的话呢，就是它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即烟灯五根与这个明根同时获得。如果具有南根逆根气也，就是则由七根重新获得啊，就是具有这个化身的话呢，就如果它这个后来的一些化身一样就是居住的话呢，那么就是南根这个逆根就是后来呢就是它就形成吧，就是形成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化身吧，就是这种啊化身，就是初界的这种化身和这个后来的这个化身呢就是不同的。后来的这个化身呢就是也有这个男性女性的，就是所以这种呢就是获得这个七根的。然后具有男女二根，就是再加上就是加上这个两个吧，就是这样共获得八根。若问化身是三秒的圣主，为什么是他会有良心呢？当然三趣当中是没有的，但恶趣当中确实是有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下面还在这个讲。色界的界身是获得眼等物根与这个明根，就共为这个六根，就是色界的这个参圣的话呢，就是他这个眼等物根，因为他那里这个色界的话呢也是这个像花生一样的，就是不是那么这个一般来就是在年化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形成的，这样的话呢就不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就人的话呢先这个形成身体就是这样的，但这个色界的化身，色界的这种化身呢就是烟灯无根呢马上形成，这时候明根也是在形成。无色界重新获得的一俗本体之根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唯一的明根啊，就是明根以外呢就是虽然有色根和一根，但是呢这些都是不是一俗性的，因此一俗本体性的呢就只有这个明根，就是在无色界当中呢就只有一个明根啊，就是明根。所以这是那个将这个三界当中是一个有关这个什么就是一俗性的这个获得，就是这方面就是得根方面的这个分析。下面呢就是这个色根之力，就是那么你色的时候，你在将色的时候呢就是得这些一俗性的根呢就是这样得的，那么下面那个色的时候呢就是得这个就是灭掉，就是也就是说是熄灭哪些根呢，就是那么好像记得下面这个将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分那个一俗吧，就是前面就是得根的时候呢就是一俗性的根是得多少，就是他这样分的。然后下面这个色根的时候呢，所有的二十二根当中呢就是同时这个色哪些，就是可能就是讲这个问题。下面呢就是在这个松词里面这样讲的，无色界中色往色明以色根同时灭，就是他这里这个色往的时候吧，就是色往的时候呢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得根就是这样获得的话呢，那么色的时候呢就是重新同时灭的有哪些根呢？是这样的，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吧，就是一个无色界的众生呢，就是他色亡的时候，他色起哪些根，他灭尽哪些根呢？就是明根和一根和色根，就是这个三种根，就是无色界的众生色的时候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明根和一根、色根三根呢，就是同时灭，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刚才那个得的时候，无色界的众生呢，就只有一个明根，就是他是这个一俗心的吧？然后非一俗心的呢，这个色根和一根，因为一俗心呢，什么这个无色界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一般是这个色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以色根，就是心态就干数当中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乐根当中也不会色的，就是苦根当中也不会色的，就是全部是在色根当中这个色的。所以呢，就是无色界的这些众生色的时候呢，就是它会这个色气就同时色气什么呢？就是明根和色根和一根啊，这样这个色气的。但这样的这个色气的方法呢，就刚才也讲了，就是只有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处。现在的这个处呢，就是换成这个下一辈子的这种处，并不是像歪道这个所讲的一样，我的这个一根呢，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断绝了，然后这个色根呢，就是从此以后断绝了，并不是这样的。原来是这个无色界的这个色根和一根呢，现在比如说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呢，就是在色了以后呢，就是暂时把这个无色界的这个相续的这个根呢，就是断了，就是灭了，就是灭的时候，就是下一刹那的话呢，就是他就马上这个接上这个接生于这个中印的时候呢，就是他有这个中印的这个根，然后这个中影的根呢，就是它就换成呢，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色界的一个众生呢，就是死了以后马上就转生到这个这个欲界当中。那么欲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原来是这个无色界的这种一个，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马上这个变成了这个色界欲界的这种这个一根，就是因此它这里呢，就是一是这个不断灭，就是让这个明根呢，就这些是换根就换成不同种类的这个命呢。因此在我们这个居士分析和因命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心人死了以后心。
净就是不毁灭净就是。那天我们前世今生轮当中也是这个引用了一些，就是引用一个释量轮的这个校正吧，就是大家也需这个记住。所以这个释量轮的校正当中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前世的这个无处呢，就是换成这个后世的这个无处，就这个呢，就是还是有一个深深的这个道理，就是应该我们这个人们终身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前世后世，在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这个一世这个完，就是这一辈子的一世完了以后呢，就并没有这个间断，就是这个呢，下面我们还要在这个也有这个叙述，但这里呢，就是也应该通达，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灭呢，就是他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白天的这种这个现象灭的时候呢，就是完善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已经这个出现了，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能认为是这个世界呢，就是全部永远就断了，就是也不能这样说，同样的道理。可是有些现在愚痴的人的话呢，就是他认为只有这个眼前的这个灭完了以后呢，再不会有这个后世。那这样的话呢，有些这个中观里面说是就不承认后世的人呢，就像不承认明天的人一样的，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些人呢，也是这个也太愚痴了，太愚痴的话呢，就是从道理上根本这个说不过去的，就是因此他这里呢，就是名义色根就是同时灭。然后色界之中，就是如果这个色界当中这个色去的话呢，就是那么色界当中呢，就是它就同时灭这个八个根，就是那八个根呢，就是前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在色界当中呢，就是不是已经重新获得了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和，还在上面加上一个这个明根，就是在这个明根，然后在六个根的上面呢，就是加上一个一根和色根，就是一根和色根，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色界当中四的众生呢，就是它就同时灭八种根，就是八种根，于皆是根。会这个旧根，然后这个余界当中，这个如果四的话呢，就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前面的这个两根，如果这个具足的话呢，就是是那个余界当中这个四的话呢，在八这就是也就是说那个就是前面的这个色界的这个八根吧，就是色界的八根呢，就是一般都是这个具足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如果是一心的话呢，就是它就是灭除这个旧根；如果是那个这个良心的话呢，就是它就是灭除十根。所以呢，十根或者是这个九根或者呢就是八根，就是就是它就是灭除就是这些根而死亡的，就是余界十根或九八。此地二四四根灭，就是那么这以上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同时死亡，就是同时死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如果是这个此地二四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会这个灭出这个四根啊，就是灭出四根。然后呢就是这是就是当然这些呢，就是全部是所谓这个无记法和或者是烦恼心的状态下这个四的而言的。如果是这个众生呢，就是用这个三性当中四的话呢，它可以增加那个就是增加什么呢，就是心等五根啊，就是心等这个散发的这个五根，心等这个散发的五根。但这个五个根全部可不可以加呢，就是从很多讲义里面的已经加了，就是也应该可以吧，就是刚才那个无色界呢，就是本来那个四的时候呢有三根吧，就是三根。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无色界的众生，就是如果在三性状态下四的话呢，就是再加上这个五根，就是中共有八根，就是这样来这个四的。然后这个色界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四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有这八根吧，然后这个在如果三性的状态当中四的话呢，就是再加上这个五根，就是再加上五根，就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十三根当中这个四王，就是也可以这样以此类推。下面我们就是讲那个就是讲义，既然这个根是如实获得，那么四王是有哪些根从心灭尽呢？无色界中众生四王的四王舌名以色根，就是色素三根同时灭，就是这是这个无色界。然后色界众生在前六根的基础上，就前六根是刚才前面这个色界当中获得这个根的时候，不是有六根吧，就是眼耳鼻舌身和明根，就是六根，在上面加上这个一根和色根，共为这个八根而灭尽。余界中如果有量心，在八根的基础上加上这个在二根，共为十根。若具足是其中是一，再加上一根，共为这个九根。或者呢，就是无有这个良心，就是没有这个心吧，就是就像这个圣女，就是有些这个无心圣女吧，就是他这样的这个众生呢，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八根，就是暗灭尽。这以上都是同时死亡而言的，而此地死亡就是除华僧外，其他的这个三僧都是这个四根啊，就是四根从心这个灭尽。那四根呢，就是僧和命和意和色啊，这是这个三僧当中
中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同时就是事件呢就是同时这个死亡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或者是三根，就是无色界的话呢就是三根，然后呢就是色界的话呢就是八根，就是欲界的话呢就是十根呐、啊，就是八根呐、啊，九根呐、啊，就是当当就是这样这个分析的，这是这个同时而死，就是同时而死的话呢，就是它的那个根呢就是灭的比较多，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不是同时，就是依次第而死，次第而死的话呢，就是那么最后死的时候你有多少根，就是算这个。次第而死的话呢，就是它前面的这个很多根呢，就是提前已经这个灭了。那么最后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生根和明根、意根，还有这个色根，就是这四根呢，这四个根就是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四个根会灭尽的。眼等以前已经这个灭尽，就是比如说眼等呢，就是这些的话呢，首先我们有些是这个次第而死的就原因吧，就是首先的是眼睛也看不见了，然后耳朵也听不到了。我们这个有些大圆面里面就是什么这个智智教业呢，就这个时候呢，首先就是他的这个眼根已经这个阴谋，然后二根已经阴谋，再加上这个色根已经阴谋，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六根都基本上是已经没了，但是这个生根呢，就是最后这个所有的这个色根当中的话呢，色根生根的话呢，就是最后会这个留下来的。然后这个明根和一根和色根，就是他一般终身死的时候，下面还在讲这个，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六根当中和枯根当中死的，就是几乎没有的，就是全部是在这个根呢，就是在宿根的话呢，就是一种顿色当中会这个死的，肯定是也是吧，就是最后死的时候很快乐的，就是断他的命，可能是这个没有的，除非是有些修行特别好的人以外，一般那个最后这个断命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色根当中，然后这个一根呢，就是当然是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意识的这种根呢，就是会这个要换的，就是要这断的灭尽的，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神明以色根，就是眼灯跟呢以前的已经灭，并非是最后死有时才灭尽的，并不是这个最后死有时这个才灭尽的，就不是这个最后死有的时候，他这里有呢就是这个死有中有，就这个意思，死有的时候就是才灭尽的。这以上是就在无记法与烦恼这个心的状态下这个死亡而言的。然后在这个三性这个三性当中死亡的角度来说，三界都可以加上这个心当无根，如此无色界呢就是就变成原来不是这个四色根吧，就是三个根，就是然后再加上无格的话呢就是八个根了，然后其余的也可以就这样这个以此类推，它这样的这个三性也实际上是这个这个居胜三性，就是下面还在讲这个居胜三性和假性三性，就是有两种，一般那个这个假性三性上呢就是不能这个生的，不能这个色的，就是应该是在这个居胜的这个三性当中这个色的，居胜三性当中色的话呢，实际上是它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也应该就是上面的这几个心当无根呢，就是是这个具足，就是在这个三性当中呢，就是它这个明显和不明显的方式来这个具足，因此呢，就是这样在这个三性当中色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具足心当无根，就是用这个角度来这个分的所以呢就是其余的也可以这个以此类之啊。今天居舍论讲到这里。Om Mara Basanati